Hello， 我是 Kai， 今天要来玩一款野狼模拟器的游戏，名字叫 Wolf Quest 野狼迷踪。其实这款游戏在很久以前就有了啦，我查阅网站是说2007年就有了这个试玩版，然后2015年他们就更新了最新的版本 V2.7， 画质方面相信提升了不少啦。那现在我玩的是试玩版，正式版呢之后在 Steam 也会有。好吧，开始游戏，我们就用单人模式，然后这个要选什么呢？在这个什么山顶 ，OK， 应该这个山吧，直接就，因为我也不了解是什么山。然后这里就是让我选择可以用什么颜色这样了，我觉得啊，用这个完全白了。接下来是锁子了哦，还可以选的，下面还可以调颜色的。如果调这些呢？调这些，好吧，还是选择最旁边那个啦，最右边那个。然后这个是能力，我觉得如果加高一般。这样的话，给他攻击力好吗？我也不懂了，60，这个60，体力会太低这样。好吧，我决定将这个狼就是增加它的速度为主咯，就好像我方舟那个 Running Wolf 一样，以速度为主。然后现在下方这个是就是它叫的动作哦，声音第一个比较正常呢，看一下第三，哼哼。叫得要死这样。第5，第6，第7，第8，哈哈，还是这个了。OK， 身体不能选择了，已经锁着了啊。可能是试玩版的关系啦。OK， 这个狼就叫它 Garurumon 啦。Garurumon Continue。你是一个2岁的灰狼，出生在一个北部啊，那个一个国家公园 Yellowstone， 应该是美国一个地方吧。然后你什么学到？在小的时候什么狼的方法，生活的方法还是什么，这个时候就是要找物质建立你自己的家庭了。第一个 step 是做什么呢？你的任务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就是要找一个，就叫什么，找他老婆啦，就是伴偶这样啦。然后也不要忘记去捕猎，如果不是就会生存不了了。OK， begin quiz。哇，这样的 keyboard run Q 是 run 这些 I。OK， 接下来我再看怎样。How hard of life？ 这个应该是选择难度吧。如果食物什么，有食物的时候，野狼是很简，就是它的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啦。可是不够的时候，就可能会很糟糕。你可以任何时候改的这个设定，然后也有任务的成就是根据这个游戏的难度来做决定啦，应该是这样的意思。OK， 我们选。哎呀 ，pretty easy 啦，我初学者嘛，
最简单的啦。OK， 看一下要做什么。哦，它控制左右不是用 mouse， 滑鼠不能控制，只能用 keyboard。OK， 到底那个地图是告诉我什么呢？有东西啊，还是什么意思？我暂时还是不是很懂，到底是要去哪里啊，还是什么这样？按 Q 是跑很快啊 ，OK， 很快、啊。体力我觉得它会用完了，如果一直这样跑下去，不像方舟啊，方舟可以一直跑，这个我觉得不能啊。然后很空啊，整个地，空空如也的，怎样找食物呢我 ？OK， 再找找看啊，有啊有啊，哇跑了他，这样我也要跑着去。然后怎样打他呢？用 space 啊，好像是 space 啊，我现在用这 space， 哦死了。死了，怎样刺他呢 ？Compass 这个是那个指南针，他会告诉我就是会哪里会有这个动物，这个要刺的动物。如果接近的话会越来越光，是吗？按 M 就是地图 ，OK。按 M 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是我们地图啦。它有一个圆圈，圆圈是代表可以捕猎的地方，或者是狼的居住啊，就是部落这样啊。这样我怎样刺它呢？按什么刺 ？K 是跪下。哎，这么它？哦，休息。哎呀，不见了了，嘿。那个食物不见了。OK， 目前我的指南针是指着那个路啊，应该是这样看吧。我觉得直直去可能会找到，虽然不知有多远，这个沙漠地带，感觉啊有啊有啊有，要追啊，它会跟住的，自动跟住了方向。OK， 就是要用我 mouse 去试它。哦，按 space 的也是。You are full， 你已经饱了，饱了就不可以再吃了。OK， 再找找看有什么东西。我觉得我可以去找看有没有狼。换一换我们的方向啊，这边。OK。OK， 自动存档中。前面会有狼吗？看一看地图。哇，好像很远。OK， 那个左上角绿色应该是代表那个体力了。好像我现在一直跑的话会扣了。红色我觉得是血量。How to rest， 如何休息睡觉。坐下就可以休息，按 R， 如果再按 R 就是躺着，你的体力就会恢复更快。如果要睡觉到另外一天呢，就按 Z。OK， 明白。会不会是晚上是不好，所以他要让我过第二天呢？不清楚。我们现在直接去看狼的地方了。继续。哦。我觉得是来到了啊，刚刚说罢了，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狼群的部落，然后有一些陌生的狼在这里，用 V 来什么、啊，可以找到他们的味道，然后跟住最光的那个颜色，应该是说这里了，是吗？如果你敢的话啦，竟然这样说，然后你就要。去寻找一个就是异性的伴偶咯。
可是之前会在此事前会遇到很多狼，哇，好像很有挑战性这样哦。怎样好嘞？有没有这样简单找到嘞？我也不知道。OK， 可能又有接近啊啊，有牛哎，可以吃一吃，吃一吃先啊。又要复满了。我还没有看到到底怎样看饱食度，会不会要吃到就是只是提示说 you are full 就 OK 了嘞？好吧，去看哪里有狼。OK， 攻击他，有声音这样厉害的这个特效。OK， 死了。OK， 已经来到了这个捕猎的地方，然后有他是说有这里会有了，用 V 也是一样的意思啊，可以看光度就是代表哪里，然后也要看风的方向了，为何要看风方向 ？OK， 按 Space 攻击这个知道了吗 ？OK， 看他睡一睡。的样子，嗯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体力很快，很快就回复了。哦，有这个怎么背？打得过吗？哇、啊，不可以啊，死了死了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，走走走走，我血量很低，哈哈，熊是打不过的嘞，我去，哦。原来可以按 V 了，按 V 是有东西的。哦哦哦哦，我刚才读了，可是我没有走去按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哦，有啊有啊，终于看到了。OK， 要怎样啊 ？What's up？ 这个是公母的，不知 I can read 啊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OK。It's cool， 很酷啊！哇，叫到这样大声的，然后就什么 ？I will stay put， 会保留啊，会留在这里。OK，I、okay, will leave 哦。这怎么嘞？走掉了他。OK， 我应该是要一直按着 V 才可以找到。同伴之类的是吗？粉红色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去看一下，是香味啊，还是什么东西？刚才也是，我觉得是运气好了才遇到一只啦。OK， 来到了。好，好，这个是食物。哦，不错啊，终于可以吃东西，这个就是狼的第六感了。哼哼，好的，饱了，这样我要继续找啊，继续找我们的同伴这样啊，到底要会在哪里遇到呢？哇哇哦，有兔子，打他了 ，OK。哈哈，几块石。好了，我继续找，到底哪里有同伴？出来啊，同伴！其实这个空地很空了，很少东西一下了。我不知道正式版会不会比较多了，还是我要睡觉看一下第二天会不会遇到呢 ？Sleep until dawn， 就是黎明了，看一下黎明。会不会有狼出来了？这个时候，好吧 ，Cancer， 这个时候看一下，哇，很暗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有狼。这时刻，还是要往上，狼是往上活动啊，不知道。OK， 我来到这个叫 High Ridge 的地方，是
哦哟，又有熊啊！这里哪里给我打？没有那些攻击力啊，没有加的，我觉得是，觉得是打不赢他了。OK，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山上这样吧？嗯，很高一下，很漂亮，就是这里。死亡之树啊，一个湖啊，湖其实会讲会死的。哎，没有东西啊，很奇怪啊，这么这样的这地方，那水、啊，好吧，我 test 一下，睡到晚上看一下，就是 night， 看一下会不会比较容易遇到啊？因为现在黎明，我是没有发现任何东西。OK。看一下这个时候会不会遇到啊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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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底要怎样沟通我不知道啦。 Territory Maker， OK， 又遇到了。 What are you looking at？ 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等待。哇，我要做 Boss 啊。我也要做 boss 啊，会怎样呢？嚯，叫我退后。然后如果我这样走呢？啊，同样的，看一下会怎样？在攻击这是吗？真的哦！哇，我哪里过来打哦 ？I got to go， 哈，不过来打。我的血一直扣，除非我升级了啊。OK， What are you looking at？ I'm waiting 啊。如果这样，这怎么这样的？ I can take a hint 啊，就是哎走掉，这好笑的。而且这样之后呢，他就完全不见了那只狼哦，好笑啊。又要找个新的聊。好的 ，OK， 我就来到了鹿的地方，看一下能不能打他们。哇，他会攻我啊！会啊会啊，不打得赢他。好啊 ，try 一看。嗯，打了，相信这个经验值会很高了。OK OK， 继续。哎呀，有点不够他追啊。OK， 我存满了体力，又继续打他，继续追他，反正他还在这里，希望是可以追到他。嗯，攻你，这个是牛来的是吗？还是什么 ？Cow elk， 不懂叫什么了。我应该过来打的，如果他不要攻我，虽然血量蛮不多了啊。OK， 哇，100 OK， 很高，还可以刺他加血，不错啦，这个好像鹿这样的东西。好，我到远远也是没有用的，也是要给我打的，哼，也是要给我升级啊，经验值。那为什么我要拿经验值呢？其实刚才呢，我就一直在好奇到底要怎样去，就是找一个伴偶了。原来看了一些影片，就说要去就是升一升你的经验值到750，才可以对话的时候可以去什么了。OK， 我到现在都还没追到他了，西北的快啊！很像大角鹿这样，呵呵，一直跑。要追它其实蛮容易的，就是你体力没有了停下来呢，它也会跟着停下来的。当你有了体力之后，你再追它也不迟了。那、啊、就好像这样了，体力满了之后又追它，一定追到它了。可能我这只狼是加速度，我不懂。哇，这个有角鹿哦。好吧，不过他打，很伤这个。
有交的关系，不是搞笑啊，有分啊，这样我要去打母了，它有点真的有点像大角鹿啊，就是有分，有分就是这样了。OK， 因为我现在我的这个经验值已经到770，我就 test 看能不能了。OK， 真的是可以啊，我喜欢你。Hello day 啦，就啊，他会回你 Hello day， 我喜欢你，哈哈，他走前去哦，走前去秀秀他这样。OK， 这个也是同样的回复了，因为Let's start the pack 看看能不能，哦，不能呢 ，Let's hang out 啊。Don't go away 了，看一下能不能了，我不知道。哦，这样又可以哦，应该是要三个是 love 是吗？我觉得是三个 love， 在 I like you 看一下，哎，不能了。Don't go away， 再来，继续，应该是有次序是吧？OK， 我再看 ，Let's play， 啊，应该是这样了，啊，对了，玩一起玩爽了 ，OK， 这样应该 OK 了，做配偶，哼哼，跟狗一样了，Let's start the pack。 诶，四个 love 了，我好像更多了是吗？要接下去，五个 love， 可以了啦。叫什么名呢？这个Running Wolf Leaf Area 什么意思？耶、终于成功了我这个任务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成功了做到这个山的任务了，这样你和你的同伴就可以去开始探索了，然后就 watch the mirror 是什么，哦，可能是它可以让你看你同伴去哪里这样了。 OK，Wolf Territory Running Wolf， 他一直会跟着我了，觉得是啊，会帮我这样了，哇，很快啊，他走了，我向前走一点点他又好像跟住，是啊，你看我只是向前一点点他就冲着去啊，果然是 Running Wolf 奔跑狼。先来讲一下这款游戏啦，就是我试完之后的感觉啦，一来就是我觉得这款游戏它会，如果你这样玩的话啦，会觉得很闷啦，因为它没有提示，就是说告诉你啊游戏下一步要怎样啊，一般的游戏一开始会有比较详细的教学啦，这个呢就没有跟你说你必须去打那些动物，然后拿到经验值才可以去找你的配偶咯，我觉得这个会弄到人家不知道要接下去做什么咯。那我看了一些其他外国玩家的影片啊，就知道其实接下来会有更多任务啦，比如说生孩子，然后去将那些孩子好像是运过河、啊、去救别人的狼这样啦，所以我觉得如果玩下去应该也蛮有趣的啦，有东西可以玩这样啦。那我应该会继续看一些影片，然后再等 Steam 版本出来之后再考虑要不要玩啦。 OK， 今天影片先到这里。